医师仔细地为族人检查口腔，并未发现任何问题。屏东荣民总医院结合屏东县卫生局与卫生所、屏东基督教医院投入偏乡医疗的巡回服务，同时出动配备专业仪器的筛检巡回车，让偏乡民众享受医学中心等级的健检服务。来做 X 光，还有和结合的那个什么抽血，然后做抹片，还有那个大就是癌症筛检，有这种的巡回是很好，对我们原乡来说啦，不必去大医院呐、啊，不必去外地那边呐、啊，这么方便，当然会来这里啊。有很多不方便，是到都市去搞这些都不方便。有这种巡回的，那是最棒。屏东县人口结构属超高龄老化，尤其偏乡长辈外出就医相当不便，更多医疗资源进驻偏乡，守护长者健康。除了落实医疗平权，也能促进长者更加关注并维护自身健康。原民乡老人家可能因为行动不方便，或者他们就医路途遥远，或者他们因为忙于农作，做田做园，没有时间到医院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医院搬到这个原乡来，跟民众亲近做检查的时候，可以跟他们一对一适时的做一些乳房自我检查、卫教的方法，那也提供他们一些后续如果有异常啊，还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应该转介到哪一科正常的比较适合的门诊。让民众不会可能病急乱投医，或者是挂错门诊，然后在医院像无头苍一样绕了一大圈。屏东荣民总医院表示，基层卫生所肩负在地公共卫生与医疗照护任务，透过与医院的合作，挹注医疗资源与社区，为民众健康把关，实践屏东医疗平权，创造卫生所、医院及民众三赢局面。原视新闻歌手屏东马家采访报道。